向世界呈现所睇到嘅系我哋新闻传播学学生嘅使命，而不断学习就系通往呢一个目标嘅方法。喺澳科大，我认识到国际化视野嘅重要性，众多知名学者云集，为我哋授课、举办讲座同埋工作坊，让我哋紧跟世界嘅发展趋势。好多师师姐咧都参加好多出国嘅比赛啦、展览啦，获得好多国际性嘅奖项。我希望我嘅大学生活都可以好似佢哋咁丰富多彩。喺呢一度有完整嘅本、石、博教育体系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让我哋能够相互交流，激发想象。碰撞出一个又一个的创新作品。每一个作品被创作出来呢，它都包含了非常多的心血。除了要感谢我的同学呢，还要感谢的就是教授们，因为他们呢让我们拓宽了国际化的视野。在这里，学生与教授的距离很近，他们严谨的自学态度和创新的教学方式，令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迅速提升。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创作的时光，这样子呢，我想等我毕业以后一定会非常怀念这个地方。就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，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，是我成长的多彩时光。